修，请看《如来现象品》，无尽光菩萨的记诵第四首，十方诸佛刹，种种啊，十方诸刹海，种种无量刹，悉平坦清净地清宝所成。这首偈前面将大意跟诸位介绍过了，现在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经文里面说这个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样说法呢，诸位容易懂啊。世间确实重重无尽，差别的相呢，无量无边。但是，习平坦清净这一句很难懂。平坦是平等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读佛经最怕的是一文解义，那你就讲不通了啊。大乘佛法的难处啊，就在他所说的往往是意在言外啊，所以你要会听啊，听他弦外之音，你才真正能够听出啊如来所说真实意啊。啊，这个开经偈里讲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所以你要懂得他言外之意。平坦是平等心，清净是清净心。我们面对无尽的重叠的世间，我们用什么心呢？用平等心、清净心来对待呢？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清净，这里面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那个心才清净啊。我常常教同学啊，务必要把这十六个字在修学过程当中渐渐把它消融啊，把它消除，把它融化掉，恢复到你的真心啊。处世待人接物用真心，绝不用妄心。下面这一句地清宝所成，这一句就是讲的真心啊。我们讲的真诚心啊，真诚心是宝啊。啊，世间什么样的宝物那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哪里算得了是什么样的珍宝。真宝是真诚心是宝啊，真诚心里面具足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宝啊。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啊。修行人
为什么不生病？为什么不衰老？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啊。不需要任何什么东西滋润啊、滋养啊、补品呢、啊，通通用不着啊。那些东西世间人看得很贵重，其实都有副作用。啊，用这个世间种种补品，主要还要跟你的体质相应不相应。与体质不相应，那个补品就变成毒药。最好的滋养就是清净心、真诚心啊！你看看色界天人饮食没有了啊，不需要再不需要饮食了，不需要睡眠了啊！他靠什么来养身体呢？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禅悦为师、啊、什么是禅？清净平等是禅、啊、就是这句话了，平等平坦清净啊，这是最好的营养，最好的滋补啊，我们要学这个啊，学到少分，我们这个身体就很得利益啊，年岁大啊，不老啊，啊，这个很自在啊，啊，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不会老化，心在道上。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第五首。或夫或旁住，或是莲花或，或圆或四方，种种种形象。这一首偈完全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世界。啊，我们今天从天文望远镜里啊，看到许许多多的星系，啊，这个世界不是讲星球，啊，是讲星系。前面讲了大千世界。每一尊佛他的福报不相同，他在因地当中的语言不相同啊，有佛他的教区一个大千世界，也有佛呢叫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啊，一百个大千世界，这个福报不一样。佛所证得的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是完全相同的，佛佛道同，但是佛的教区不相同，佛度化众生的多少不相同啊，这个就是四相不一样啊。啊，那我们在星系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华严经讲的比我们现在观察得到的还要多，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近代天文学虽然很发达了，要跟华严相比啊，那大巫见小巫啊，啊，不能比啊！那个星系的形状
和福和旁注我们见到了。福是什么呢？像一个碗一样啊，上面呢这是高起来的，下面呢是平的。我们的银河系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的。啊，银河系的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像一个弧形。啊，边缘散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星系啊越来越薄了。啊，有一点像那个盘子浮下来的这个样子，啊，覆盖的这种形状，啊，或是莲花或，有的这个星系啊像莲花，啊，莲花不是开的，莲花合起来的，这个我们也在这个天文照片里面呢见过，啊，或者是圆的。圆的最多啊，椭圆形的啊，或者呢是四方的，四方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将来到世界成就品里面给我们说许许多多形象啊，这底下一句说种种众形象，这是讲那个星系的形状啊，啊，世界成就品里头说的很多，啊，我们拿到跟现代天文学里面那个从望远镜上照的这一些照片，啊，我在澳洲。啊，这是台湾同修给我在这个摄影棚里头做了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一个太空的星系。啊，他们是从这个天文台拿到这个图啊，把它放大，啊，作为我们的一个背景。啊，我也用了几次，但这个背景，并不是很好。许多同修看到不了解这背景是什么啊，所以用了几次之后啊，我就没有再用了啊。但是这个太空里面的星系很多，有很多的图片，很多非常好的东西，确确实实可以用来做背景的啊。我们慢慢的来选择。这一段就是说明3000年前，你看看佛在讲经的时候讲到这个星系的那些形状，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啊，啊，凭着我们肉眼。我们肉眼这个眼力最好的只能看到银河系啊，在空中像一条带子一样啊，我们的眼力一般好的眼力可以能够看到6等星啊，7等8等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必须要靠望远镜啊。那么普通我们一般人用的这个望远镜啊，大概可以能够看到10几等星啊。天文望远镜里面那看的星就多了啊，许许多多那个光芒非常微弱的都能看见。啊，去度华严经，再看看现代
这个天文学里头一些报道，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在3000年前，他怎么知道？所以佛说，慧眼、法眼、佛眼，不是假的。小能够看到基本历史，大真的能看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星系，他能把这些星系的状况用这些比喻来为我们说明。这个经典不是伪造的，华严经的原本失传了，但是华严经末后那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现在讲40华严，我过去听方东梅先生告诉我，这一部经的原本这个世间还有我没有去深究收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梵文的原本其他部分呢失传了，散失了这是证明这个经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2-3年前，确确实实它就存在。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知，佛陀的这个智慧德能，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啊。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记住，佛说了，这个能力不是他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他有别人没有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普现品》里头讲的佛这样肯定的说，这种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能相好，你看三个圆满我们通通有通通有，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佛有我们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把我们的病一句话道破我们的智慧失掉了，能力失掉了，相好也失掉了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三样东西在佛法里面又称之为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大小乘经论里常常用这三种烦恼，华严经上才说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换一句话说，智慧德能相好是本有，我们从马明菩萨这个开示要醒悟过来啊，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决定可以恢复，本无决定可以断掉，决定可以放下。他本来无嘛，佛菩萨这些话啊，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有很相似的呀。你看看中国小朋友，小朋友念三字经，你看看三字经上开头那几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佛性啊。本善就是本觉啊。儒家也肯定啊，一切人的心性本善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后面说到了，说性相近，习相远啊，习相远啊。所以，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啊，习性不是真的，本性是真的。啊，既然本善是本性，决定可以恢复。啊，不善是习性，它不是本性。习性决定可以改变，事出世间圣人，他们没见过面，没有通过讯息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我们中国谚语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都是见到宇宙人生真相。我们从华严教义里面可以体会得到，孔子老子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大有可能呢。像普门品里面讲的，应以孔夫子身而得度者，即现孔子身而为说法，那对中国人吗？应以老子身而得度者，即现老子身而为说法。那么在日本人，日本崇尚于神道，应以神道身而得度者，佛就现神道身而为说法。这是真的呀，所以，日本人奉的这个神，中国人奉的孔夫子、老子、圣人，佛教里面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个人呐，在不同的地区，应不同众生的欲求现不同的身，说不同的法，不同的法了，是在技巧上不同，方向目标完全相同。你们想想，哪个神不爱世人呢？所以我跟这个基督徒们往来，这个基督教里面
那些长老啊，那些领袖传教师，我常常跟他们往来，我给他说神爱我啊，他们眼睛瞪大大的看着我，为什么？我说经，你们经上讲神爱世人，我是世人啊。那当然我被神爱啊，要明白这个道理，信仰要打开啊。神怎么爱世人？你能懂得吗？神爱世人就是经典里面的教诲，我们依照经典来学习，把经典里神教导我们，我们统统落实在生活里头，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自己变成神的化身。我们学佛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佛菩萨的化身，这样就对了。神的爱是要信徒把这个爱发扬光大了，爱世间一切众生啊。所以所有宗教啊，我们归结啊，一切宗教教学的目的就是仁慈博爱。所有一些宗教，所有一些神圣，你们想想看，佛家讲大慈大悲，基督教天主教新旧约里面讲的神爱世人，古兰经你看每一段经文前面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哪一个宗教教义、啊、都是仁慈博爱、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怎么不能合作呢？而且任何宗教里面的神圣、啊、教化一切众生，目的相同，都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看教学的目的相同，利益众生的目标也相同，只是教学的方式不相同啊，教学的手段不相同啊。啊，我们是本着这个原理原则，团结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宗教，所有不同的族群，我们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宗教与宗教之间绝对没有嫉妒，决定没有妨碍，决定没有破坏，不可以说我的宗教比你的宗教大，啊，我的宗教比你的宗教高，啊，我比你殊胜，不可以，平等亲近呐，啊，我跟他们往来举比喻说，啊，我说譬如我佛教
是眼睛，基督教是耳朵，回教是鼻子。这个人是整体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是我们身体这个不同的器官啊。啊，如果说我佛教第一，我眼睛第一，我的耳朵坏掉了，鼻子也没有了，你这个人死路一条啊，你不是健康的人啊。怎样才健康呢？我眼睛第一，耳朵也第一，鼻子也第一，我样样都第一，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第一，这个人身体健康强壮。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醒悟过来了，我们会尊敬一切人啊。为什么呢？个个人都第一，没有第二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第一啊，大国第一，小国也第一，个个都第一，这个世界健康啊，不会出问题啊，不会有毛病啊。哪个第一哪个第二啊，问题出来了啊，地球病了，地球不健康。为什么原因呢？它有第一第二出来了，它有大小出来了，它有高下出来了，麻烦了啊。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永远不会有安定。要想世界和平安定，人人平等，国与国平等，族与族平等，宗教与宗教平等啊，大跟小平等，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这是神圣的教诲啊，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在所有一切教育的最重要了。为什么它是真正的能够落实世界的和平安定，人民的幸福啊，教导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要互相敬爱啊，要互相啊关怀，互助合作啊，决定不要分彼此啊，人人都能做到牺牲奉献啊，都能做到舍己为人，这是宗教教学的精神啊，决定不是为自己啊，是为整个社会啊，是为整体啊。那佛教里面讲的范围更大，它讲到虚空法界啊，不是讲到这一个地球啊。啊，虚空法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所讲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科学家说的这句话我懂。这句话就是佛教里面讲的什么不同的法界。啊，通常我们讲十法界。啊，从上面讲。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法界、修罗法界，啊，人法界，啊，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这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一生物啊。啊，在理论上讲，不同维次空间是无量无边，就是我们前面讲重叠的。世界啊，华严讲的透彻，讲的清楚啊。啊，世界是无量无边的重叠。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
整个世界是一体。啊，这个世界不是讲地球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这个华严经前面讲的比喻。啊，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啊。这个比喻啊，亏得佛想出来的，我们想不出啊。你说那个数字多大？通常我们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常常看到释迦牟尼佛用的比喻，恒河沙数，这个好懂。印度有一条大河恒河，恒河的沙很细，佛讲大数量啊，都是用恒河沙来比喻。华严经不用恒河沙，在这咱们没有看到恒河沙，看到什么？世界海微尘数，那要跟恒河沙比起来，不是小巫像小巫跟大巫相比了，不成比例了吗？啊，佛能想得出来，能说得出来呀，不容易。为我们说出啊和大宇宙之间的那些形象啊，所以啊，和平啊，中国和平两个字含义很深呐。啊，平时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所以大家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要把地球，现在有很多人讲地球村呢，我们同在一个村庄啊，不同的国家了，就像在这个村庄上居住不同的人家了，我们都是邻居啊，要互相照顾啊，不可以敌对。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把原因找到，消除原因，解决问题，平心静气啊，一定要平等对待，问题就解决了啊，不平等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平等造成许许多多的争端，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有的灾难。学佛，学任何宗教，只要真正深入经典，无论哪个宗教经典，你要能深入，你都能得定，你都能开智慧。我们看许多宗教里的祈祷，祈祷有没有效呢？如理如法的祈祷，效果不可思议啊。祈祷是精神意志集中啊，心里头也万缘放下了，时间虽然短，那个短的时间是用的真诚心啊，真诚心那个感动的范围力量，不是我们平常人能想象得到的就看祈祷的这个人真诚的纯度
他一分真诚，就有一分的感应，那个感应面比较小，时间比较短，力量比较差一点，十分诚信，他的面就大了，感应的力量就强了，跟佛家修禅定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短暂的那个真诚心，短暂真诚心产生的效果真的不可思议啊。我们对于宗教徒的祈祷啊，我在旁边看到真诚的感动啊，敬佩也啊，他们在这个时间之内突破了时空的维次，我很清楚，他们祈祷的人有的时候还不清楚，没有我清楚，我非常清楚啊！妄想分别执着，只要一放下，空间维次就突破，就能够跟不同维次空间里面的这些神圣，我们一般讲神灵。就起感应道教作用，如果妄想分别执着确实真正断干净，所有一切不同维次空间全部突破了，这个时候华严经上讲的一真法界，化身菩萨所证的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空间是无数无限的重叠，它怎么样？它一眼看穿了，好像我们看电视，不必用频道不必去按频道这一个空，所有全世界所有这些电视台发射出来的频道的时候，我们不必用机械，全部都看到了，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那就是华严法界无需要用机器，我们的眼睛放光了我们耳也放光了，所有一切声音听得见，所有一切色相这个不同的画面同时看见而且怎么样，它又不混杂，这个奇妙极了它又不杂又不乱每一个画面都清清楚楚虽然重叠，无数次的重叠并不模糊，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一部华严经如果不是真正这个佛弟子，不是真正学佛的人看这个事，这是文学作品是最好的小说那是一些般人看充满了幻想最高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但是那个样子它只能够说文艺的一种欣赏像我们看《西游记》看《封神榜》看神话小说现在人家看科幻科幻的一面类似这种情形
真实受用，你得不到。啊，华严里面佛菩萨的境界，完全是真实的受用。啊，我们不能不晓得。再看底下的这一首，法界诸刹土，周心无所爱，一切众会中常转妙法轮。前面也是给我们讲大世界啊，这个大世界是什么？是这些菩萨大众啊，他们生活的空间。我们很羡慕啊，我们今天生活的空间是这么小的一个地球啊。啊，建筑科技的进步方便啊，我们可以周游世界啊，环游地球啊。我们没有办法环游太空啊。华严经是讲啊，没有边际的太空啊，而且还是不同维次重叠的太空，更不可以想象了。啊，好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确确实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我们对华严上所说的更是具足了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看他们生活空间多大，啊，我们世间人讲的神通广大，啊，可以跟佛菩萨往来，可以跟天神往来，可以跟鬼神往来，啊，可以到恶鬼道、地狱道去参观访问，不可思议啊。啊，记住佛讲，这是我们的本能啊，这是我们本来的生活状况啊，是我们原本生活的境界。不信我们自己迷失了，我们自己堕落了啊，被这些五欲六尘害了啊。五欲六尘世间人讲的是落啊，这个落我在讲习里头很多次的比喻啊，啊，这个落是什么呢？是吸毒，是打吗啡啊，是这样的一个快乐。这种快乐你要晓得你付出多少代价，不值得了啊！这个代价不断的付出到最后，最后是死亡啊！啊，你的命送掉了。佛法里面这个乐真乐，健康的乐，这个乐带给你是长寿啊，永远不老啊，永远不会有病啊，啊，永远没有死亡啊。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求得有永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佛法里面称之为涅槃，不生不灭啊。佛教导我们的是过正常生活，过最健康的生活，过最快乐的生活。
我不是傻瓜了，我不是愚人了，我从小就很聪明啊。我喜欢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啊。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啊，我学佛了，26岁学佛，学佛不到半年我就选择素食，就吃长素了啊。吃素食好像没有多久，哎，我晚上这一餐断掉了啊。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同事都说我迷了啊，学佛学迷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享乐啊，哎，他们以为这个乐趣，年轻人到哪里欢乐场所啊，以为这个快乐。他不懂啊，除了那个乐趣有真乐啊。我选择这个他们永远想不到的，我也不跟他们说，为什么？讲不清楚啊，他不相信啊。现在老了啊，2/3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过世了啊。还有一些同学朋友们常常聚会啊，看到我那都佩服了。哎呀，你的路走对了。是啊，当时我劝你，你不听啊，你不能够理解，不能接受啊，这大乐。啊，你看到我这么大年岁了啊，我每天还读书4小时，讲经4小时，你们以为哦，这个很苦啊，这你不晓得，大乐，苦事情谁干啊？我才不干苦事情，我不干傻事情啊！这个里面的乐趣，是世间所有一切快乐没有能够相比的。啊，我这一点，借这一点机会把我的享受啊，一般人讲什么心得报告，我不是心得报告，我的享受拿一点点给你们分享啊，这是实话了。佛法里头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乐，怎么可能把我吸引在这个里头啊？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个性跟袁了凡一样啊，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我年轻接触宗教很多，我都没有这么诚意的投入啊，唯有在佛法里头啊找到真路。但是佛法要有运气，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好老师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所以阿难问师父皆雄经，我第一步学的，一开端佛教导我们第一个条件，要从名师受戒啊。这一句话的意思，要跟到一个好老师学习啊。这个名师不是知名度高，是真正有修有学有证的善知识。你找到这样一个好老师，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啊，你自己具足好学生的条件，好学生对老师100%的依从，啊，100%随顺老师的教诲，放弃自己的成见。老师指出一条成佛之道啊！啊，你不听老师，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开头学习不能离开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善知识少啊，少可以依古大德。以古人为师，一样能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